什么？三名士兵失踪。对，张牙舞是我们连的，路飞、司马战戈不是。好，我去核实一下。去炊事班装甲连查两个人。谁？路飞、司马战戈。飞哥，你别睡啊！飞哥，飞哥，怎么样？ 你们能不能死在这儿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俩撑不到岸边了。飞哥，飞哥，他们已经离开了海岛，这不大可能吧？他们有没有离开海岛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们的 GPS 在这儿。